其实那天那个视频里边，我老公是模仿我，他平时本来就喜欢模仿我说中文，然后那天他就是其实是搞笑一下。然后我老公不会说中国话，但是他会说一些我经常和孩子说的话，比如说写作业的时候快写啦，然后回家啦，吃饭啦，他这些全都知道。我要米饭。我要米饭。我要米饭。还是会让他坚持学下去的，因为他是半个中国人，他的姥姥姥爷全都是中国人。还有一个就是学习本来就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事情，这没有办法，说好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以后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利益，会为他以后的前景开扇另一扇门吧。Honey, do you want to eat this with tofu? That's not honey, baby. I don't want it on my pizza. It doesn't smell good.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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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come on.因为他就觉得我不能用那么强硬的态度去对待孩子，那他呢每次一不写作业的时候就会给他爸爸打电话，所以这样就对于我来说辅导他的作业就能难上加难。从玩快手到现在呢，我一直在拍我的女儿。我觉得在她身上发生最大的变化就是她的表达能力真的比她同龄的孩子要强。她面对镜头的时候啊，她知道在说什么。先下来。好，你不下来可以，你把你的情绪平复了，我用摩托车带你回家，好吧？我从前面给你开路，但是这边你是肯定走不回来的，走来是逆行，你明白吗？你拿驾照拿没多久，是不是？对，我给你送到你家门口，哎，不要哭了。新手嘛，遇到这样是很正常的，我原来刚开车也是这样的。我今天好不容易正常点下班。我今天早点回家给你做晚饭，又在这被堵了。出来上班都不容易，我理解。你心情平复一下。你要去哪个小区？你告诉我。西游路科学大道。哦，我知道了。哎呦，没什么大不了，来来来，我带你去。
跟我走啊。不要激动，你不要激动。都会有的，先喝口水。30多年前，我们也和你一样，加油！家有一老，无有一宝。
西高的，我们踩了一个崖，大概就是从上面往下这个放绳子的话都是要500米左右吧，低一点的话都是20-30米吧。不用穿那个风帽的嘛，因为我比较抗遮，我也是有抗体嘛，一般的话40-50下是可以承受的，我是经常被遮的，度的时候60-70下都有，因为我也弄了很多年，然后我对这个风毒已经是有免疫了，就是遮进去的话就是就像蚂蚁咬一样。一般的话就是有一个人在田上采蜂蜜，其他两个人的话就是在下面烧那个火嘛，就是让它冒烟嘛，就是把它熏那个牙蜂嘛，如果你不熏它的话它就会很凶嘛，它就会蛰人，然后的话你熏一下的话比较好。两根绳子，一根安全绳，一根那个往下放的这个绳，然后因为有的悬崖它上面没有东西拴，比如说没有大树啊，必须要搭那个木梯上去嘛。搬了一花盆。
为比较有趣嘛，本来就是喜欢这些东西，从小就喜欢研究，就是能比以前多一些乐趣，每天研究一些自己喜欢研究的东西。有的人想看耳屎啊、眼屎，还有大鼻涕，竟然还有人说他们的弟弟很喜欢吃大鼻涕，想让我把大鼻涕放大。还有一些人特别的伤感，就是想让我把天空放大，看看他们多年之前去世的爷爷奶奶怎么样了。还有人甚至想让我把月亮放大，看看月亮上面到底有没有嫦娥。为此我还特意买了天文望远镜。有的时候我需要看大一些的，比如手指指纹，因为手指它特别厚嘛，不像显微镜只能看特别薄的东西，所以说我就需要把显微镜拆下来，拆下来显微镜了就容易安不上，显微镜我换了好几个了。有的人呢就会发几百字来骂我，就说啊，你发这些视频让我们什么都不能吃了，甚至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之类的，就骂得特别难听。有的人先把这些视频弄好，尽量满足自己粉丝的意愿，把显微镜世界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都长一些知识，看到显微镜下的世界是多么神奇。参加我朋友的女儿的婚礼，我说老奶奶今天没事儿，给我去县城吃大桌去。吃饭之前，人家拿来的喜糖、瓜子儿、花生米掂了一大包放到桌子上，老奶奶随手就抓了一把糖，五块。也吃过大桌以后呢，我们就回家了。老奶奶坐到那个地方以后呢，我就看她摸，我就随即打开按了一下拍摄键，就拍摄到107岁老奶奶吃过喜宴回家以后给84岁的女儿喜糖的一个经典的画面。
没想到这么快，就是当时也是抱了那种可有可能找不到的这种想法。对，看到这个他们的专业性，就是他们包括从他这个监控上看到他的轨迹，然后去判断他最后可能藏身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锁定最后这个区域还是非常准确的。传统意义上的侦探可能就是大部分都是破案吧，他们面对的事情跟我们是不一样。那我们如果说案子破了，基本上就是团圆，是开心的事情。是根据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创作进行表演。做到不倒呢，是因为不倒翁的配重比我们的体重要重很多倍，在演出的时候女孩子只要不超过100斤，那就不会倒掉。在进行不倒翁的演出的时候，我们要克服失去平衡感的恐惧，要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以及表演的状态。在跟游客互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游客的安全。这个环节是我们最开始跟游客的一个互动，之后呢，我们拍了一个把手给我的视频，然后走火了整个网络。之后我们这个拉手的环节就进行了创新和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我会做好我的每一场演出，让每一位来看我的游客都不会失望。之后我也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为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一份贡献。
到他还跟别的女的裸聊。我一辈子也不想见他，我天天扒着他死。马上奔六的人了，性生活也不那么频繁了，但是得有。突然一下觉得自己就是小三受外人唾骂的那种。我是一名情感导师，大家我起了个别称叫小三劝退师。我觉得一年365天，我至少有330天是在外面跑。一年下来我觉得700-800例还是有的吧。我生我家孩子，我还在家坐月子，我看到他还跟别的女的裸聊，然后发的那个视频截图，他也承认了两个人有关系，还跟我说去哪哪哪开房了，然后就这种事情反反复复大概是5-6次吧，就是除了这个女的然后还有其他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客户，他们可能一打电话说，哎，王老师，我这边可能心情不好，我想要自杀呀。没办法呀，我们就带着工作人员连夜就赶到那边了，在这个过程中挽救了一些生命啊，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哎，我等会儿就到了，大概5分钟左右吧。啊，你收拾一下啊。朋友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不是有人劝他酒吗？然后我就给他递了水，我说你少喝点，然后他觉得特别暖心，然后觉得我挺好的。实话实说啊，人刚开始知道我有家呀，人家开始拒绝我，我挣那么多钱，他拿我不当回事儿。他觉得我又年轻又漂亮，男人喜欢是正常的。我当时认为他就是有目的性的，就是为了钱。那你说让我怀疑他，我怀疑他哪儿啊？他不要钱，我给他钱呢，给你100。1000、10000，但你不要，这是计策，是不是？小钱他是不要，他是要大钱的。买房吗？买。想开车？你买。我有钱，我岁数比您大，我这钱看他有什么用？你说有什么用？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知道他有一天如果他发现这个小三不是真心的爱他的话，他后悔会后悔一辈子。我觉得我对他其实说不上是那种情感，你觉得不会结婚，没有想要结婚的冲动。哟，挺优秀的呀，挺好的，你看。其实我可以理解他媳妇儿的心思，因为说他当然他骂我，我也知道他为什么骂我，我也情有可原。如果说以后我跟我老公结婚，然后有一个小三儿出来这样弄我家庭的话，我也会难受，我也会去找那个小三的事儿。但是他应该仔细考虑，如果说这真的是因为小三吗？如果说没有我，还有另一个我。他比我大15岁，我跟他分手，他都跪下来求我扇自己嘴巴子。他说他并不爱他老婆，然后我说他没有离不开我之类的话，然后我就心软，就跟他又和好了。我跟他说了，他很高兴，他说生下来就跟我结婚。但是刚说完没多久，他就刚说完没几天，他就联系不到他了。就前几天刚做，当时跟他在一起，觉得他就长得挺帅的，然后自己也有自己小公司什么的，天天送很多东西给我，就对我特别好。但是我完全知道了他把我骗了，我觉得我自己太傻，这种渣男
死了我就高兴了。小花，我在接触他们的时候，有时候会跟他们成为朋友，他们自己也很想从这个痛苦中走出来，然后因为没有力量嘛，那我就陪着他，给予他这种力量，陪着他大胆地往前走啊。我们有很多小三，我都是会给他们介绍一些对象呀，然后哎，其实有很多现在都结婚生子了，过得都非常幸福。我们选择了司机丁和阿瑞这两头优秀的贡喜作为克隆犬的贡喜。那么这六只犬出生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它们在外表是完全一致的，在学习能力、占有欲望、衔取能力这些方面呢，也都是非常高的相似性。我们的科研团队呢，也将继续在警犬的体细胞库，包括批量的克隆警犬，进行深入的研究，为首都的公安事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这个优秀的警犬。